A few moments later. Huh? 哎呀，大叔，上了年纪就别老这么唱歌了，对嗓子不好。对呀，大叔 ，KTV 是我们年轻人玩的场合，不适合你们，你们还是喝酒吧。要不来一杯？来一杯。2 hours later. 你们尝试过二次陈酿吗？啊？天哪，他们唱歌好好听！这是一种力量，既有沉淀又有深沉的魅力。朋友一生一起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对不起，大叔，刚刚我们说话不太好听，没想到你们唱歌这么好。对啊，大叔，你们唱的太稳了，太好听了。还好还好，毕竟我们比你们更成熟。就像这个二次陈酿威士忌一样，越久越有味道。